2014年的佔中案件，1300宗，我們檢控了297宗。上次的司長袁國強司長，我問他，他說有大量證據要檢視，所以要花很長時間，但他離開之後，現在我們新司長上任都已經四年，但這個數字297呢沒有變過。究竟是神是人就是人，是鬼就是鬼，那些 case 如果是不能夠處理就要放就放，如果要去告就要告。2019年的黑暴風波同樣，所以我們做這些去為什麼要令到自己裝身成為 senior counsel， 因為我們要給人一種感覺，我是很認真和有這樣的水平，有經驗可以處理你交託給我的重責。但是原來給了一個 senior counsel 名銜你之後，你原來都是做右36不做36，那你愛這個浪得虛名又有何作用呢？所以主席，我在支持這個動議同時呢，我是包含了呢一個比較大的宏觀性的角度，希望司內各人員努力去爭取的時候同工同酬，機會均等，但是亦都要什麼呢？交出你的成績表。我們這一排的案件呢，馬永健案呢，是不是律政司的光榮的案來的。上訴庭這個用的，雖然它還是有些比較隱晦的字眼，但是其實畫得很清楚，律政司的檢控制度呢很大問題出現了，當中有沒有人是門上欺下呢？我們不知道，請你們調查一下。當中有沒有一些文化呢？你們覺得是交了差呢，隨便有人認了罪攬上現案上身呢，我們收工就算數，蓋快佬算數呢？這個文化請你檢視一下。當中有沒有人呢，就是說這麼難決定我們不作了，留下法庭決定啦，告定不告，我們先告了，先做了先，這種文化是需要檢視一下的。